吹着清冷的街道，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，走过的路，行过的事，风风越来越冷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抛开。多少平安日子以来的夜晚，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，太多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放开。没有人懂我会世间的荒凉，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分离，是我的错，是你错过。大家好，用半首歌的时间呢，我先平复一下我自己的内心，同时呢，在这首歌里边呢，我也能听到一种无奈。这首歌呢是齐秦的歌曲，叫《狂流》。1986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应该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。齐秦呢出了这首歌。北风在吹着清冷的街道，街头在拉开长长的影子，到最后高潮部分呢是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，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不分离。这首歌呢是在大概三四年前的《我是歌手》那个节目当中呢，后来是胡海泉跟陈羽凡两个人演绎，并且呢夺得了冠军啊，狂流。我坦白讲呢，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，我的心情非常的愉悦。这种愉悦呢就是基于呢我看到了一些变化。我看到了一个以固执为己任的一个主教练，在危难之时的某种大义。这种大义呢就是抛开个人的某一种性格属性，或者是某一种颜面，能够呢颠覆自己过去的一些技战术的体系，包括用人的一些标准。那么呢在比赛的阵型的改变啊，球员的位置以及首发的队员这方面呢是做了一定的调整。这种调整的幅度呢坦白讲比较大啊。通常呢你是在一个比赛周期内的两场比赛，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有轮换是合理的。但是呢首发阵容呢一下变了七个人。实话讲呢，这个幅度啊是比较大的，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。但是呢，即便是这么一个大的幅度，我当时个人的感觉还是利会大于弊，利会大于弊。因为呢，在此之前呢，中国队这个三场比赛的确呢，在阵型的安排，比如说5-3-1-1啊，虽然我是一个五后卫坚定的支持者，但是我从来不认为5-3-2。是一个好的阵型啊，5-3-1-1我在有限的业余的执教生涯当中曾经尝试过两次，摸不着脉啊，而且呢队员也找不到这种感觉，两场比赛都输了。但是后来呢我们打5-4-1呢在西班牙赢球，在韩国也赢球，
我认为呢541是符合，在敌我的实力对比呈现出我弱敌强啊，以弱敌强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阵型。同时呢，我认为呢451也在防守这方面，你只要是双后腰，对于中国队的帮助也会比较大。我之所以当时很愉悦，我看到首发阵容，甚至说是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进程，虽然说比较被动，但是我内心呢，如果听我解说的朋友哦，也能够听出来，就我还是有一定的信心。因为很简单，足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你首先考虑呢对方的实力和你实力之间的对比，这个很重要。显然呢，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至少是不如对方啊。另外呢，对方又是坐在家门口连续打两场比赛，足不出户，你呢劳师远征，更何况呢你刚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，更何况呢你本身呢又阵型的一个转变，然后首发的大变脸，在这种状况下上半场能打成0-0，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。哪怕呢说是没有射门，我已经在直播当中呢举过两个例子。一个例子呢是意大利主场对西班牙，上半场0-0，上半场0-0，意大利零射门，控球率 28%。中国队上半场零射门，但是控球率能达到39%，就已经高于意大利主场对西班牙了。那么呢，我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下半场一开始，包括上半场结束之前的一段，我提出的就是说呢，中国队的中场有问题，就是最后阵型不是451，基本上是一个442，吴磊、江宁两个人都不回来，我认为这非常危险。而且呢能够感受到蒿俊闵也好，还是九叔战阵的蔡慧康也好，两个人呢实际上呢在中场，这对于对方的9号7号8号的这种轮番冲击有一点点吃力。所以呢我当时有很多人说，老师说我马后炮，说我马后炮的人你不配坐我的车啊！我当时就说应该在中场来调整，我也发了微博，我说黄博文、于海、吴曦谁状态好谁应该上去，就是在后腰位置上加强，把江宁换下来，把这个蒿俊闵顶上去。但是呢最后是换了，是在0-1的情况下，你也知道乌兹别克前三场比赛就丢了一个球，而且是定位球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队运动战的防守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么他打了你一个之后，说实话想挽回来是比较困难的，就等于说就已经走在了悬崖边缘。最后你换人其实是死马当克拉玛依的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就等待奇迹了。但是呢没有换，也许是因为孙可上半场的这种意外的受伤打乱了一些部署，但是你再打乱部署你得先顾眼前，你只有一个平安的60分钟你才有可能混到平安的70分钟，你只有一个平安的70分钟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接近一个平安的安全的90分钟。没有换。另外呢就是我阐述的是对方一定比你急，因为对方是主场，在对方眼里你就是一支烂队，就是要在你身上拿三分的队。45分钟你没让他得分，从心理角度来讲你是胜利者。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就是继续稳住，不要着急，你只要不让对方得分，对方是越打越急。包括这场比赛即使对方进了一个球领先，有一段时间75分钟80分钟以后实际上是体能有些枯竭了，他要不进那个球他可能啊70分钟基本上就会接近于80分钟那个状态，
这是足球比赛的规律。但是很遗憾啊，我们丢球了。丢球的方式特别可笑。我想起了一首歌，我最深爱的人伤我确实最深。杜威曾经是一位非常好的队员啊，19岁入选国家队。第一次据说在国家队训练和范志毅等等这些老炮一块训练的时候，好像是范志毅一脚解围踢他脸上了，很近，非常狠，一脚解围踢球闷他脸上，杜威居然没倒，晃晃脑袋接着踢了回来。范志毅就这些老国脚就是这小子行，能扛，就一般来讲这时候就倒了，能扛。但是那是15、16年前的杜威啊，1981年生人，我们姑且说他没改年龄，而事实上你在他那一届的国奥队当中我就不说了，改年龄的非常多，77、78、79都有，最后变成81的大。你就姑且他没有改年龄，36岁。他36，郑智比他可能还大一岁，他35，郑智36。但是郑智这些年打的什么比赛？郑智这些年在中超赛场上是打的什么比赛？是什么样的表现？过往的经历，郑智是什么样的经历？杜威又是什么样的经历？在河北华夏幸福打不上，居里姆金洋洋是吧，后来居里姆是受伤啊停赛，开始打华夏幸福赢过球吗？华夏幸福丢了多少个球，丢的球当中有多少个跟他有关系？我觉得这事儿不赖杜威，因为什么？他就是这种竞技水平，他就是这样，年龄不饶人呐。我年轻时候还小鲜肉呢，冒着玩呢。但是现在你就别装孙子了，你就老炮，你就老炮这样就完了呗，一脸褶子，你就面对现实就完了呗。把杜威调进来，其实只有一种可能，一种半可能。一种可能呢，就是啊，没有高中锋，为什么？不信任肖智，什么毕金浩更看不上，就看好杜威，哎，就喜欢，啊，四十强赛最后两场掉去，一分钟没打也得掉去，有中锋不用，等着用中卫，是。埃德尔森曾经打过这样的位置，在关键的比赛当中效果也还不错。穆里尼奥执教第一次执教切尔西的时候，胡特有的时候落后的时候也上去，是。但这种东西不能成为常规武器，大哥，不能成为常规武器啊。更重要的是，就说这种状态你了解不了解，他在中超赛场上的这种表现，他印证的不是说，不仅仅是一个说是比赛打得少的问题，而是说他整个的比赛感觉完全不对的问题。掉进来，一种可能就是你球丢了，要炸了，轰炸了，45度炸了，你把它派上去争争头球。还有半种可能呢，就是后卫实在没人了，让他踢，但是得是什么呀？得还得找一个人盯着他，就得是这样，就只有五后卫，让他去盯一人，而且这任务别多，你就盯住这人，球你不用管，这半个任务他能完成。我以前说没说过，我说杜威打不了四后卫的平行站位的中卫，如果你是老乘客，请你给我证个名，告诉那帮傻逼我不是马后炮啊，给我证个名。中国足球打到今天，
始终没有解决一个中国足球到底应该踢成什么样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当然这后话我先接着说啊。杜威把一个航母给开翻了啊，对方一个大脚漫无目的打到自己能控制的区域，颠了一下地，他要把球顶给身前3米235的队友，人家突然间上来一人抢，咱姑且不说，你离这么近，你拿头球给你的队友，这本身你就是顶准了，你队友不扔一下得吓一跳，因为你不知道是顶他脸上了、胸上了，还是这钉钉上了，这都说不上来。他第一下肯定控制不住，因为离得太近了。这怎么开上航母了？不用给我礼物，你给我礼物，我这边也分不了多少。我到现在我也没提出来，真的不用，好吗？我插了一句，不用给我礼物，谁也不用，好吗？那么。完全是什么？完全是心里本身就对自己没有自信了。人都知道，人都知道，说我活这么大的时候，一晚上再啪啪三次，我做不到了。你就说是，你就说是英格里包曼，还是说是这个波基小斯啊，还是说麦当娜可能还凑合吧，也许。就是当你走进炮房的时候，实际上内心就已经崩溃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对自己是了解的。但是没办法，导演一定要让我去演。这东西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就是你让我演到一半，100%是稀里哗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内心就没有这个对自己最了解自己，没有这个自信了。赵明剑，我之前说了啊，我很欣赏他，外脚背啊，内脚背啊，过人大条，但是他有毛病，他有毛病，由攻转守，永远他妈在原地先站5分钟，永远看球。人那边都断了，马上就从右边就从我们的左边过渡，要往右边打了。后边这四号从赵明剑身后7-8米的地方开始启动了，穿越赵明剑直接奔着了。他一看人过去了，他跟在后边过去的。最后人一脚打的时候，他在后边闻着味儿的，猪肉大葱，晚了。现在晚了，就跟那笑话似的，对吧？太监已经给割了，割了问他说，我现在给你救了吧，现在晚了，已经变性了。那边一断球，这边离替补席说多说了有15米，乌兹别克人没有那么鼓噪，没有那么多大的声音，场上喊一下，小赵收。这礼拜六11点我直播，我带乐视体育打这比赛，有可能输，我要直播看看一个他妈业余主教练在场上随时都在喊，随时都在提醒队员收跟退顶上去，永远都在喊。人是他妈有时候是动物般的，你必须得给他提示，给他提醒，人都有惰性，你不能当自己是一电线杆子戳在主教练席上啊，喊呢、啊、主教练喊说丢份儿，你妈助理教练你别他妈天天就在那数钱呢、啊、喊呢、啊、第二个丢球罚角球，你妈人家过去俩的时候，这边过去一个，杨志都急了，我都截图了，喊哎两个赶紧过去，这倒是喊了，
过去一个人，人家过来仨，45度角拿球，这边这吴磊才跟武大郎似的，滴了个炊饼才来，扑，叭一过，你到顶啊，你都在这等啊，等死啊，你这吴磊过来扑你后边的人得往上顶啊，得协防啊，最后就那么站着，就那么站着，让人拿三八大盖，梆梆梆，一个人那么打，站着站着，你他妈过去，他打的时候，你把他枪口一怼起来，不就打天上了吗？电影里面不都他妈这么演的吗？小时候没看过电影吗？你妈日本鬼子要开枪，这边过去把这枪口一躺起来，打天上去了吗？没文化，没他妈文化，电影都看不明白。那么净看小电影了，可能这俩丢球狗屎般的，狗屎般的，不要跟我说谁带中国队都是这操性，不要跟我这么说，因为这犯的这错误，你要是强化了，你要是训练当中强化了，有针对性的区别对待了，跟他聊了，不断的演练，他妈动物都能会算算数，至于活人不会吗？踢这么多年球，谁带都一样，谁带都一样，为什么不带我带？为什么你不去带？如此低级的防守错误，郑智能不能踢？就这比赛，场上九个位置郑智能踢。要是有九个郑智这九个郑智都能首发，就这比赛。不用啊。有没有时间掉？你丁海峰不是一夜之间就掉来了吗？你丁海峰是不是一夜之间就掉来的？你弄着张小斌在这儿，你弄着吴曦在这儿，你弄着杨旭在这儿，能用吗？用了吗？前三场比赛江宁打不了，这十几天张成栋打不了，这十几天蔡伟康更打不了，打他妈四十强赛就没打过，今天突然间让他上了，所以呢让他上对不对？我认为对的，但是为什么之前挖的坑，中国队打从叙利亚开始到今天实际上没打比赛，基本上就已经是落后一球球半了差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人没调齐，该来的没来，不该来的来了，所以你就得怎么着呢？你就得用不该来的去顶那些该来的，对吧？你得玩命往这补，对吧？来要接下来，该上的不上，不该上的上了，你就得用不该上的那些人，得玩命的去弥补应该上的人可能能发挥的作用。接下来，该临场指挥的没不临场指挥，该变的没变。所以呢就只能是在不变的情况下去弥补应该变的东西，多累，累不累？累啊，活该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挖的坑啊。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他妈中国足球本届中国国家队四仗只得一分，一个最就是然后提早基本上是挥别俄罗斯，一个最真实而生动的写照，两个球基本上跟自杀没区别，就差自己往里踢了，对吧？第一个球是咚给人家，来吧攻我呀，来该你砍我了，帮打进去了。第二个球门前解围，一脚能干出底线去，白送人一脚球，然后三个人罚你一个人过来，最后人一射门，你再一这脚你还不如不动呢，你
你那时候玩隐身，那时候站那儿站着是一僵尸，这效果都比的人活人站那强，自己往里踢了差不多了，等于自杀。所以说呢，整个这个是吧，你中国队，这些中国队至少这前四场的中国队，我不认为他代表中国，这就是我的观点。你是印着五星红旗，你是叫中国国家队，但是以我一个老球迷的心目当中，你这届国家队不代表中国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中国有更好的球员，中国有更适合的比赛的球员，没有在这个队伍当中，凭什么说代表中国？中国应该有能够意识到球队问题的人，应该有足够的这种良好的建设性的意见，你没有采纳，至少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没有采纳，你代表不了中国所有热爱足球的，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热爱足球人的智慧，你代表不了，你代表不了。但是很遗憾，他们确实是中国队，在国际足联和亚足联最后的成绩单上，他妈的是 China Republic of the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Football Team， 或者叫 Chinese Team， 他妈的就这样，没办法。当你没有集全国这个足球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权利，你只是调集了举国之力，所谓的金钱保障没有他妈用，球不是包机踢的，球也不是五星酒店踢的，球也不是鱼翅鲍鱼踢的，球是他妈人踢的，你解决那些东西没有他妈用，球是人指挥人踢的，你包航母，你包航天飞机，你人不行你也赢不了。一直在挖坑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自虐，从自虐到自杀，自虐自作自受自杀完事儿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这他妈是再论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有今天也是他妈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力量，那统战部的干嘛的，各民主党派是吧，都给划在一起。那当年呢，就说你这军队啊，路过老乡家里边，到地里边挖几个南瓜，回头呢再把钱给他给人还回去，是吧？为什么说你这打仗那边推着小独轮车咣咣给你送弹药送粮食，对吧？这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您这倒好，过去15年最优秀的队员，中超五连冠马上六连冠，两届亚冠冠军的主力后腰，中场核心，有过英超经历的前亚洲足球先生，他妈在家里看电视，没伤没病的在家里看电视。今儿为什么不上顾超啊？接着上啊，再上去。
拿一数据，身体条件好，可笑。我觉得这他妈是学东西学走火入魔了。我是说过尊重科学，但是大哥，科学它不仅仅是数据啊，就跟你妈解说天天念数据，那叫解说吗？可笑啊！你一个活人，你用数据来衡量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，可能的表现，用身体指标，他精神状态怎么样？你妈的，北京他妈第二人精神病院的身体，你一查全他妈棒棒的，全是棒棒的身体。对吧？你这经验这东西你能测出来吗，大哥？你拿什么仪器能测出来他经验多呀？你能啥是仪器能测出他心理状态稳定啊？这不是扯吗？这不是，这不就是扯犊子吗？为什么不上顾超接着上啊？所以呢，在最后一刻，他选择对了。至少说今天首发阵容也好，头45分钟也好，我认为是对了。但是有两点最后铸成了最后这样的一个结局。第一，临场指挥没有嗅觉。我敢说今天你无论你看了八路解说15路解说，在中场休息能够提出来说中场应该换人，应该加强，江宁没有用，有几路。第二一点，一直你用的队员，你信任他，他也很想踢好，但是大哥他没状态，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。齐秦可以唱我还是原来的我，但是他没法唱了。就这球其实范志毅去都不会比他更差，真的。就今儿这球用48岁的范志毅踢那中后卫，也不会说把那脑袋一脑袋顶人脑袋上。你信任他，但是你得给一个理由啊，给一个真正的口对着心的理由。你当然也没别人，好吧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说实话，说你看，我也对他，我也不是很信任。要信任，我早让他打了。但是没有别人，大哥，我问你，那没别人是谁造成的？所以第三点就是为过去所有的刚愎自用啊，所有的，我不能说是嫉贤独能，但是排除异己。所有的自以为是在还账。咱们是打麻将啊，咱们打麻将正常情况应该都从零开始，对吧？打麻将你胡我给你钱，我胡你给我钱，这不是，这是他妈往那桌上一坐就欠了4000多块钱，玩512的，你说他得胡多少把，得开多少暗杠，得胡多少把七对门青龙捉五魁，得胡多少把才能够弥补回来。所以你很努力，是，但是你过往的窟窿没填上的时候，你同时你又犯新的错误，这叫万劫不复，万劫不复。中国的这个球员呢，就说这看球不看人，当然国外也有啊。我曾经多次在车上表示过，因为我也有切身体会。我们打他妈启航第一次去苏州，跟苏州东吴啊，丢的两个球都是看球不看人。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平常经常跟队员在讨论，通过训练和比赛去强化。我甚至总结出来一条，发到我微博上，你现在可以去看。我写给全国这个愿意交流的业余球员，就是
由攻转守是吧？比方说球被对方断了，对方开始进攻了，无论是在前场、中场、后场，这个时候你离事发地点比较远，30多米，你一时半会儿你过不去，但这时候大哥千万别光看，别看那边，跟你没关系，对吧？隔着两条街着火，隔着两条街着火了，你去救去，你来不及。但是你把你身边啊易燃易爆的东西啊，你先给看好，好吗？转移，这是他妈你该干的。你别说，哎，着火嘞，嘿嘿嘿，好呀，着火嘞，结果火把你旁边那炸药点着了，啊，最后你也火了，火化了。由攻转守，场上各个位置的队员，甭看球，一看又被断了，马上找自己身边的人，谁离我最近？谁离我最近？弄死他！看着他，他往前跑，你就跟着往前跑，盯死。人行，叙利亚那球丢的，是不是这么丢的？让人家从后面恨不得15-16米，高速插上，直接插到背后了吧？是吧？今儿赵明剑又同样错误，对方那四号一看，哎呦，哥几个在那断球了，他开始插上，从赵明剑的这后边得有个7-8米、90米，等这人呢一阵风似的，润，跟他们功夫里边的唰过去了。赵明剑的，哎呀，哎呦我天哪，跑了一个，赶紧追，追到了，人打完门了。就这个啊，我不知道你啊，这十几天这封闭啊，你都练什么来着，大哥？这封闭咱都练什么来着？我说了啊，要是我就练两点：第一，任意球啊，你再多点套路，角球，人家能打战术，你为什么不能打战术？练角球，玩命练。第二一个练盯人，就这个，有针对性的，无论在什么位置，断了。开始穿黄背心的开始插啊，没穿背心的开始跟动物，15天也能练出来了，真的就是动物，这15天都能练出来了。那狗就这么的都能练出来啊，军犬。我只能说，第一没练，第二没有说清楚，没有说清楚，第三，现场没有提示，等于说三道护城河全没有。你不练，你要说清楚也行。你要是也没练，也没说清楚，你临了临了的，你喊一嗓子也行，都没做，那就等死。你不死谁死？所以听我说啊，不要认为这些队员只能踢出这样的球，你这样认为其实是不客观的，是不客观的，是因为要求不到，是因为训练不到，是因为提醒不到，导致这样低级的错误能够出现在一个国家最高水平的代表队当中，这是悲哀，而且不止一次，不止一次，反反复复。所以这种失败没有办法。咱们想象一下啊，就是你对于这个队伍的整体的掌控，你别说人家队员都很尊敬你，这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因为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相互尊敬的，是吧？你一个球队，你一个国家队，你在一起不是说哥几个咱凑一块，最后你对我很尊敬，我也很尊重你，不是为了这个。那这东西没有用，有什么用啊？是为了赢，是为了胸前的五星红旗去赢，去为了万千的中国球迷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你们，为他们去赢比赛。
所以一切都以最终我们要实现的目的为唯一方向。你好我好他好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如果今天咱们实话讲啊，如果今天说是你该变的变了啊，该及时调整的调整了，然后呢战术思想再明确一下再稳一稳。我比赛当中无数次强调是对方比你急，把节奏降下来，别着急攻，别太压上。冯潇霆，你真的一个眼睛盯着对手，另一个眼睛真得盯着你身边的队友，这东西就城门大开了。为什么觉得这是太简单了，这一个大脚不就出去了吗？顶卧果了，差点顶啊，那球差点砸自己脚上，一顶想往外顶能顶到自己脚上。实话讲，这就是能力、心理方方面面、状态，他不具备，他真的不具备，然后就崩盘了。其实呢，这个比赛就从第一个球之后，他和之前其实是两场比赛，是两场比赛。你知道这个足球比赛啊，丢球其实并不可怕，丢球并不可怕，但是呢，有几点它会影响整个的比赛。第一，丢球的时间，开局就丢球，这东西就非常可怕啊。比方说下半场上半场刚开局或者下半场刚开局就丢球。第二种丢球的方式恶心啊，说要被人家啪啪啪啪打配合，帮一脚打进去那都没事，为什么？这是对手的牛，恨不得自己都能给对手鼓掌，就怕丢那窝囊球，恶心，特别恶心。外边打仨5万了，你最后马上要黄庄了，你打一5万，人说罢胡了，门清清一色卡5万一条龙，恶不恶心？能死的心都有，死的心都有。所以中国队第一个丢球就是属于这种恶心的球，特别恶心，完事儿其实就崩溃了，已经是崩溃状态了。我现在怀疑啊，就是国家队那个位置只要坐上去，人他妈智商立马就没，真的就跟这个flowing in the loving love 啊，就是说你要是坠入爱河的时候，人他妈立马没智商，对吧？你看那个一帮女的，十几个女的，那个什么帅哥，那个小鲜肉，那个警察操粉，那都现身了。为什么？你贪呢，你还活该呀，你贪，你不也是制服的诱惑，再加上也帅，有点肌肉，你也想过瘾，对吧？你贪，我没有智商，没有智商，随便。最后炸猫了，掀桌子，就这个最他妈有没劲了。贪，没有智商，一到那位置上立马完蛋，孤家寡人。因为什么？周围一些领导啊不懂啊，现在那意思就是说不能打搅咱们主教练啊，咱们先别说话啊，因为怎么着学聪明了，你妈到时候别到时候我多说两句，最后冲不出去，最后怪我足协，哎，足协放手啊，你来。周边的助理教练呢，都是大哥您带我来的，这家伙您一年要让我挣30多万，40-50万，那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有什么话不说，谁说呀？惹主教练不高兴，回头人下一次再搭班子没你了。不说您来怎么样都行，甚至都说这主教练正在犹豫呢，你说这个用不用这个人呢？这人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很相信的，他在犹豫呢。你要说这个可能这个数据不是很好，咱们是不是可以调一下另外的人，他一看他听话听音，我觉得您信任他是对的，哎，要不怎么说您眼光好呢，哎，你别看他平常别人不看好他，但是我觉得您这眼光特好，他确实有用。这么一说，吧，没了，没有交流的。
足球圈里边也不说，说你公开不说，你底下聊聊行不行？底下聊一聊，找贾秀全聊一聊，贾导，您那五后卫怎么打的，是吧？找这个斯托伊科维奇聊聊，说这个科维奇啊，说那肖智怎么样最近？哎，找斯科拉里聊一聊，说您觉得您看这你广州那恒大这不错，这防守，这政治这作用怎么样？找李不行，找李皮聊一聊，找米卢聊一聊，说你当初哎，你为什么弄的整个队伍这么融洽呀？聊一聊，聊吗？不聊，不聊，自己想。临了临了了，变了。你不能说他变得不对，但是呢，没办法，就跟那扁鹊见齐桓公似的，只有奇迹了。就这比赛啊，我跟你讲，就中国呀，咱们说句实在话，我这是掏心窝子说一句话，你妈懂球的人真少，真的。就尤其我不想说同行，但我就说这个舆论攻出去，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，就是四后卫四二三幺跟他对攻，韩国没那么可怕，伊朗也没那么可怕，都我们把自己给吓唬住了。操！今儿怎么样？今儿攻出去了，攻出去了，怎么样？打几个门柱？我再重复一遍，中国足球从目前来讲，你是从国际排名还是说历史战绩，你在亚洲啊 2.56 啊，那么你这样一个 2.56， 说实话，你别你这8000万1亿的，你在世界上你能卖得出这价？你不扯王八犊子吗？大傻子买那花钱花好几千万买你啊，不扯吗？不是不是户口本吗？对不对？你既然是这实力，你就按着这个实力的这个队伍应该呈现的方式往死里守，只有这一条道。你说往死里守我们没法进步，你他妈先活下来你再进步啊，你都死了你上哪儿进步去啊？你那是入土。中国足球应该踢什么风格？得跟中国文化、中国人性心理、社会文化传统相符合。你得让中国人啊，得适应这种方式。意大利为什么防守反击？跟他人性有关系，明白吗？跟他人性有关系，鸡贼，鸡贼呀、啊！意大利人多鸡贼啊，你们意大利小偷全世界最牛逼，你在火车上你上趟厕所你这行李全没了，你大巴到一地儿下去去吃饭去了，一回来一发现大巴整个大巴椅子都快给卸走了。我去那米兰，这我跟那姬玉阳上海那个，我们俩吃麦当劳啊，他拿一包放脚底下，我们俩坐那高脚椅，他说我去拿点餐巾纸去，去餐巾纸，我这边我没看见他那个包放在底下，拿餐巾纸去回来没有15秒钟回来包没了。嘿嘿，这他妈就是意大利人。所以他怎么着，他先手偷你。中国人一样，中国人的文化整个社会人性心理就是有话憋着不说，有钱存着不花啊，有事儿闷着不交流，说有仇先闷着不报，等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找机会我弄你一下，说单位有矛盾笑脸相迎，哎，关键时刻扎你一针让你永世不得翻身，这是他妈中国人。你要把这东西翻译成足球比赛的战略战术是什么呀？
防守反击，防守反击，弄定位球，偷，不磕碜，不寒碜，防守，往死里守，不丢人，守他妈不住，丢输球丢人，打四场球就平一场丢人。很多人呢，脚都没在地上，飘着的。一方面说中国足球是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青训不行，腐败，完了球员没文化，完了这那个没体系，这完一边说一打一国家队必须给我攻出去，给我得打配合，你必须得有这战术含量，得场面得漂亮，妈得性感，哎呦我去。50多了都抽抽了，还哪有什么性感呀啊。所以呢这个你要说是中国这足球说是要往大了说，它也不能说归结为说都是这届国家队的这责任。为什么就这么多年就这些问题都没搞清楚，从上到下都没搞清楚。你蔡振华能说清楚532、541、4141吗？能说得清楚吗？你问他。就我讲这东西他在车上，就即使他在车上，他能听懂吗？他听不懂。他真听不懂。于洪臣什么郭领队能听得懂吗？你问他。能听懂的能说明白吗？咱把他妈中国足球都搞足球的都拿过来，咱这找一直播平台，咱就都上来说，你看谁能说明白？你看能说明白不？没辙，真的没辙，你也说不出来怎么道不明的。等打完了一波人出来了，中国足球就这样，谁来都一样，刮掉烂来也他妈不行。操，这他妈像什么理论呢？很简单，我说了，看球不看人，这问题你发现了没有？你肯定发现了。完了练了没有？反正也提醒一下，练怎么练的呀？有针对性吗？另外一个容易有犯这毛病的队员，你跟他交流了没有啊？意没意识到啊？再出现这问题怎么弥补啊？另外一个你就知道这有问题了，李霄鹏还知道在门后面当个喊止呢。你国家队上下十几二口的人，你包三层酒店，你不能你培养一个喊止啊，长边喊呢，全国海选呢，谁他妈喊声传得更远最清楚，就跟那话剧在幕后提词似的，那也算个工种啊。你老这那个保障有什么用啊？你这那个的，你做分析，你做这个什么对一什么这对物这个的有用吗？你有关键时刻喊一嗓子管用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喊一嗓子就不丢球了，你把他保障，你天天给他做大保健，他他妈该丢球还丢球啊？你不关键时刻你没人提醒他呀？全是他妈表面文章，毫无科学可言，也很努力。咱们说句老实话啊，这上上下下肯定很努力，但是他没用在正地方啊，大哥，你是很努力，你这边要包饺子，你那边拿回一堆米来，我去，还背的还他妈挺沉的，大热天的15楼爬上来了，你说你努力不努力啊？你把一袋米拿来说来咱包点饺子吧，怎么他妈包啊？
往哪儿包啊？一个中国，我说这么大，我没说让你他妈得世界杯冠军呢。而且这他妈东西，这问题不是说多么深奥的问题啊，有点专业精神的，有点独立思考能力的，都能够知道问题在哪儿。他怎么就解决不了呢？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行，还是他妈举国体制耽误你训练了，还是他妈房价涨了你心不在焉了？那弄不清楚啊，关键是这东西不就是你发现问题完了就找解决办法，然后就训练就强化，不就这么这东西他妈难吗？这东西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啊，我真的搞不明白。你封闭你得封你封闭你别封啊，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。足球是一项事业，它即使不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所谓的国力，所谓的发展建设，但是它是一项事业，它关系到中国无数千千万万的热爱这项运动的人们，关乎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即使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。中国人做好了很多的事情，足球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比较难，你正因为难，你努力的而且有头脑的科学的去面对，最后不断的超越，实现突破，哪怕永远也达不到世界先进的足球国家的那样的水平，但是至少你要跟自己比，你要不断的进步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的存在是有意义和价值的，你这个国家的人们，你这个国家的专业的从业者是他妈具备科学精神的，是具备越挫越勇的这样的一种豪迈的
气质的，也是具备着拥有着思考能力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群人，一个民族。足球是很难，跟传统有关，跟文化也有关。但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难题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都做到位了？我们是没有条件吗？我们是保障不够吗？我们是社会关注度不够吗？我们是不具备这样的人吗？那么为什么最终会这样的呈现呢？这样的失败跟他妈马耳他输英格兰不一样。即使马耳他输英格兰，我看到的也是马耳他这支队伍相对完整的这样的整体的战术的呈现。谁没输过球啊？中国足球输过没有？输过很多年啊。但是你不能他妈永远这样啊。你不能一个人为的犯的这些错误，最简单的错误永远不断的重复 Ctrl-C,Ctrl-V 这么犯下去啊。这他妈是犯罪啊，如果往大了说的话。你做不到的，人们并没有要求你去做到。比如说你一定要求你击败韩国，没有，要求都是傻逼。但你做最好的自己了吗？真的做到最好的自己了吗？中国国家足球队这样的一个名号之下，你这支队伍所呈现出来的是最好的自己吗？如果是，你他妈输50个我们也能接受，如果不是，你就是苟延残喘，活着也如同死去。中国足协有没有真正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，能够给主教练适当的某一种提示？有吗？大撒把，一管就死，一放就乱。全世界的教练除了他们脑子里面有屎的，都会认为郑智这样的队员是应该在这个队里面的。你可以不招王栋，你可以不招曹云定，你连他妈人都没凑齐，最好的人都没凑齐，你想做最好的自己，这不是扯王八蛋拉裤兜子吗？这样的失败值得同情吗？我他妈不关心谁下不下课，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确实他妈没有用。一个高洪波下去了，一个来一个矮洪波，完了还是这一套，那真是没有用。这场比赛的失利与这场比赛的临场指挥有关系，但是客观的说，是整个这次队伍的集训从备战开始一系列的错误的最后的累积。杜威的失误、赵明剑的失误、张成栋的这个折射，就是自己拿枪蓝瘦香菇，他妈的，原来这两个词儿是为今天的
中国足球而产生的，而诞生的。我们可以说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，是的，其实也就这样了。我在这里的吐槽也好，你可以说发泄也好，我只能说我期盼他好，因为对得起从11岁到47岁这么多年对于足球这样的一份喜爱。我希望中国足球好。当然我决定不了什么，这是很悲哀的，我们都决定不了什么，很遗憾，可能能决定的人他们又做出的很多错误的决定，这很悲哀。但是我们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足球。明天晚上6点到8点，我带乐视队训练。周六上午启航的青训还会进行。11点，我带乐视队打媒体杯的小组赛的第二场。也许今天晚上后半夜在家里边再找几场比赛看一看。如果你爱足球，你仍然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去。但是坦白讲，中国队输了，而作为中国人来讲，只有这一支中国队，即使你可以认为他不是中国的，至少不是中国最好的，但是他妈的，他穿着中国国家队的队服，这是悲哀，真的是悲哀。如果什么都救不活，这个人死了，我们会很从容的给他化妆更衣，推着去八宝山。如果这个人不该死，至少不应该这么早的死，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救。但是决定的人说他死了，化作一缕青烟，了无痕迹，只是在中国足球的屈辱史上又他妈平添了一笔。今天中午跟看门老大爷聊足球，他的脸上是无限的无奈，他可能小60岁，我跟他挨得很近，我活到他那岁数，如果中国足球还这操性倒也无妨。我现在担心的是15、16岁的中国球迷，当你看到那段录像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到那是60岁的你，仍然会发出如此无奈的叹息，那是非常的可悲，非常可悲。一个他妈中华民族，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，无数聪明才智的人，4场12强赛，1场赢不了。他妈不缺钱，有的是钱，人不行，球是人踢的。
人不行。再见。